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很执着啊，执着的来送死。祝你好运。云芝的眼睛失明了。这个世界优胜劣汰，以他的能力已经算是下场不错了。毕竟是一起共过事的姐妹，你们这样也太狠了吧。这话说对了一半，我们之间只是共过事的雇佣关系。那就是说，在你们眼里只有钱。对对，谁给的钱多我们就给谁卖命。难道像你吗？为了爱情，为了男人下贱。好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报仇吗？